5月22日，吕一在网上晒出与好闺蜜唐嫣录制的唱歌视频，姐妹俩合唱的一首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，期间两人搞怪，运用镜子、米饭等道具，各种逗比搞笑，也被大赞人美歌也甜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她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她厉害离开。为此网友粉丝们纷纷围观评论，表示两个大美女都好甜嘴，哇哈哈，串堂组合萌的我啊，这个视频我能看20遍，太可爱了。